像我们可以开始，已经有所有的参与者加入了，准备字幕的人员也在，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好的，那这样的话就开始吧。Roberto，我们是否可以开始？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好的，那就开始吧。Karim，请你。再次欢迎大家，大家好，晚上好。欢迎所有的参与本会议的参与者，我叫 Karim Atumani Mohammed， 我是科摩罗电信公司健康安全和环境经理。本会议的主题是包容，通过与参与者讨论，我们可以学到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一些经验，以及达到一些有意义的获得与互联网的连接。正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许多参与者，他们曾经对互联网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代表世界各地的地区，允许我他们。有 Sylvia of Canada， 她是 APNIC 基金会项目主管，还有 Sonia Jorge 女士，可负担互联网联盟执行总监，还有还有 Vintzerf， 目前是谷歌公司的副总裁兼首席互联网的传播者。接下来是我们的同事 Christian O'Flaherty， 互联网协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副总裁。还有来自 Orange 公司，他是孟吉马祖克先生 ，Orange 互联网和可持续能源治理高级副总裁，还有 Magdalena， 非洲联盟委员会信息社会部主任。非常感谢大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愿意参与本会议。我还想介绍我的同事Roberto Zambrana， 来自玻利维亚，是 IGF 协调者。Roberto 在本会议的主持人。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请输入问题，我会在会议上的时候念。Roberto， 请。Thank you very much, Karim. 非常感谢 Karim， 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参与者。参加本会议，正如大家都知道，上周从这个星期开始，大部分都是非常好的会议。作为这是第一次在虚拟空间举行的会议，已经提出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提倡，是应付疫情和防锁的提倡。这个情况
让所有的人类改变应对方式，怎么克服目前的危机，怎么继续我们的生活。在本论坛上，许多发言者分享了他们的经验，以及讲了很多精彩的故事，怎么建造新的常态，以互联网作为主要的工具来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好的让我们更弹性的经验。互联网的渗透，我们在这个方面遇到很多问题，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工作要真正达到连通性。还有第二个方面，也是很多发言者和会议上提出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要有联合国的秘书长，还有有关电子合作，有 Antonio Guterres 参与。也提出了一些第一套有关数字合作的建议，咱们整个世界的这个社会将来会怎么样的合作。在本会议上，我们会讨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实现我们的梦想，让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人口达到普遍的连通状态。我们要提到一些政策的问题，要进一步讨论。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自由的讨论，讨论有关这些政策，然后我们会听其他参与者的想法。Sylvia。请你，我们现在要听三四位参与者的发言，交流我们的看法和意见。Sylvia， 有什么样的障碍达到这个最起码的互联网的连接？比如说在再一次欢迎参加，非常感谢。我叫 Sylvia Kalina， 我是 APNIC 基金会的成员。早上好，大家。我们在澳大利亚是正在是日出。首先，我想表示感谢 Roberto 和 Karim 邀请我参加本会议。我知道你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准备本会议和讨论，本会议集中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已经拖到，我们最近，我们最近看到了，目前非常这个城市和农村之间有非常大的区别，而且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就是网络使用的优化，因为尤其是在我们澳大利亚和这个南太区，他们每个国家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多样化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有非常大的这个网络基础设施的区别。我在 Brisbane， 而且离我家有四个医院，但是我的医生在这个大流行，他没有提供任何医学方面的服务，但是他的这个单位有非常好的网络连接，那这个情况比较奇怪。我所住的这个省就是 Queensland， 所以如果你要从 Queensland 到另一个省，那你要使用这个飞机的服务，
所以在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和旁边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所以为了提供很好网络的连接，你必须要考虑不同的因素，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有能力通过网络找到他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网络的供应商他们一直在寻找更好更加的一些解决方案，他们也对新的这个经营模式也比较开放，因为他们目前知道他们自己也没办法提供质量最高的服务，而且他们通过这个态度也允许一些新的公司上场。如果我们谈这个网络的成本，那在我们这个地区有三个主要的因素，就是说南台区在我们在这里有非常多自然灾难，所以这些自然灾难让我们一直必须要承担非常大的费用，比如说这个如果为了对抗这些灾难的结果，我们必须要承担非常大的费用。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与这个标准的符合性，因为这个也涉及到网络安全，这个也涉及到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在每个地区必须要建造足够的能力，让我们允许让我们能够保持这个基础设施的水平。这个是非常感兴趣的，谢谢，我们很高兴听到你所住的这个区域的一些信息。那现在我想请 Vint， 对，我想感谢 Sylvia 她那么简粹解这个问题，我觉得她的这个态度也是非常非常对的，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每个地区都有一样的网络连接，尤其是在这个农村区或者这个天然环境保护区那边，这个网络连接是不好的。但是在一些城市还有另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买得起什么手机或者电脑，这是另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使用不起网络，那这个不重要是否有网络，因为我们还是不能用 Internet 网络，让我们能够成功，而且让我们能够完成很多目标，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不只是这个物理的基础设施的存在，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网络是否管用，就是说必须要提供当地管用的一些信息，或者说必须要提供当地管用的服务。 Sylvia 她提到了这个医疗服务，所以她发现在澳大利亚她需要用这个服务，但是没办法，我自己在我所住的地方我可以走路去一个医院，但是因为这个不太远，但是如果我自己过去，那他们也不能接受我，因为他们这个医生会说请不进入，我害怕你感染了，所以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非常奇怪，他是医生，毕竟他应该对进行医疗，但是目前有这个电话的服务，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这个新的状态，所以我们越来越需要这个到现在没有发明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更好测量我们身体状态进行体检的一些设备，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这个电话的医疗它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还有一点就是说高新技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不只是这些移动技术的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很多像这个 SpaceX 公司所提供的这个这样的服务，他们所提供的他们比如说有一个专门的服务，比如说有什么飞机，他们专门在一个地区之上飞过去，而且在对内用这个移动网络，有一些公司他们也有其他的设备飞过去，而且通过这个方法他们提供这个移动网络，所以这样的设备也可以提供 4G 的这个网络服务，所以我们越来越看到这样高新技术的使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镭射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在水底，比如说如果这个玻璃栏我们没办法部署，那我们可以用这个镭射技术。所以现在我们也觉得在网络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内容，所以但是这个我不会再说，所以我就结束到这儿。谢谢这个介绍，你自己介绍了这些高新技术的作用，因为这些最高新的技术他们是用 5G 或者 6G， 但是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人口他们会觉得如果他们会有 4G 的手机，那么还是感觉幸福，所以我们请下一个人，他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机服务的供应商，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样的？非常感谢我很高兴今天我能够跟大家见面，而且我也很高兴今天我们有机会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说数字包容。所以首先我想强调一下，这个数字包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数字的一些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网络连接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当地化的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介绍当中，我也想提到一些项目，有一些项目他们是政府介绍的，但是有的也是什么通讯公司实现的。这所有的我所提到的这些项目，他们的目标就是改善网络连接。我们知道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的前提就是网络连接，尤其是在这个大流行危机当中，有很多人现在才强调网络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基础，而且之前这个网络的重要性没有像现在那么大。按照很多统计，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但是按照其他的统计，我们知道世界人口的50%他们所住的地点没有网络连接，或者他们没办法使用网络。世界人口的还有 G
之前人学生他们所住的地方也没有网络连接，所以这些学生不能使用网络，所以有很多报告他们确认这个网络连接的问题上，让很多人就被排除，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强调这个数字包容。 而且世界上很大的世界上世界人口很大的部分，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住在这个网络的被覆盖的地方，但是他们因为很多原因，他们就不能使用这个网络。 在发达的国家 97%公民他们使用网络，但是在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只有19%的公民他们是线上。那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呢？Stefan Schad 他是这个 Orange 公司的总经理。 也是 GSMA 的代表，他给我们介绍了三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费用，这个费用涉及到基础设施，还有电能的。 费用还有这个数据传送的费用也是太大的，尤其是在非洲的国家。所以我们一八年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我们必须要在2055年之前，我们必须要达成这个宽带的。 的连接的费用必须要达到，每个全世界的人口的收入2%，不会超过这个款额。所以我所说的是一个一八年的协议，而且那些发展中的国家，大多的部分，大多的部分，他们就参加了这个协议。最近几年，我们有了一些进步，但是对一些国家，这个还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费用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很多人就缺乏这个数字的能力或者电子能力，这个是非常基本的障碍。 这个不只是涉及到那些没有发达的国家，这个不取决于国家的发达状况。第三个障碍就是这个当地语言内容缺乏。实际上，在很多语言就缺乏，美国比较好，中国比较好，但是其他的国家有很多国家他们就缺乏当地的内容。所以最近几年，我们很多国家采取了此来普及网络的连接，减少这个费用。 并提高这个网络的连接率。很多国内外的单位和很多私营公司，他们讨论了很多网络接入的一些情况，而且很多公司在这个方面合作来弥补这些空间。比如说，GSA 就是那些通讯公司的一个组织，它介绍了一个非洲专门的一个平台，所以这个平台允许非洲每个国家跟其他的政府和这个通讯公司合作，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发展这个。
所以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主要是移动通讯公司，所以这个也涉及到非常多推广的工作和教育的工作，还有电子保证的工作，所以也有很多政府支持。 现在在聊天室已经出现了很多信息。In one of the statistics that Monji were mentioning before, and that bit lets us. 那现在欢迎我们知道在你的单位你在生产许多信息。 Dziękuję bardzo, Robe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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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ziękuję 就是什么意思是这个什么是真正的连通和连接，这是核心的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相信互联网应该形成什么样子。 什么是可负担的互联网？我现在想提到两个因素，对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其中的一个是为了刚才已经提到的，大家应该每天应该能连接到互联网。如果你没有这个。 那就意味着你永远都不会得到有意义的与互联网的连接，因为你不能享受到互联网的服务，就像 Sylvia 刚才已经提到在聊天室提到的事情，那么我们在。 应该从手机使用的开始，那么这不是我们需要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人们应该能接触到信息，应该有创新的精神，他们应该能做出自觉做出决定，随时使用。 那么，如果我们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连通，那么我们就不会得到一个较为比较低的负担得起的联通的水平。我们正在改变世界，在下一步，我们将达到减少一些不平等的现象。我们需要保证投资的正确水平，保证政策的框架。我们还需要。 支持就是这样的一个支持，能允许我们达到这种的不断的起的较为比较低的网络连接。在刚才提起的一些话题，我想说，供应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但是他们有时候对我们的需要的理解不一样。我想说，好像在聊天室已经提到的看法。 Roberto 你也是说到了这个方面，这是一切的起点。我变得比较不舒服，因为实际上这不是真的。大部分的世界人口，只能使用一些不可靠的，没有可负担得起的网络服务。 这是我的同事，这个本会议的参与者已经提到的一个问题。
I know it's more urgent and more. 所以我们目前知道这件事情是越来越重要的，我们没办法想出什么电子发展，我们不会把它看为一个非常实质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基本的权利，所以如果我们有什么比这个更差，不会接受这个。 所以这个意味着，如果在全世界，所有的老百姓都有4G的网络呢，这个才好。我不是说所有的城市或者最发达的国家，不是全世界，我们不能继续这样子。 排除很大人口，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思维方式，改变我们的一些目标，一些发展的目标，而且我们也必须要保证在我们每个国家的这个立法的框架，对应这些需求，而且对应这个现实，我们必须要让他们支持我们的共同的发展。 我们必须要进行那些私立公司的一些殖民的投资，但是也必须要支持政府的一些殖民的投资。在这个 IGF 的层次，我们必须要多听取这个公民社会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老百姓他们要什么，我们必须要听取。 他们如何想参与这个电子的革命？如果我们不能听取老百姓，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为老百姓服务，因为这个是履行我们的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的前提。为了继续这个话，我想多听取别的参与者的一些意见。 所以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什么？对这个，你所说的这个，第一个部分的总结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二个部分。那我们必须要采取什么态度？必须要如何协调行动？我们必须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如何能够影响投资的发展，并影响这个网络的费用的降低？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促进这个发达国家当中的大人口的包容？那现在请你用汉语请你支持。 非常感谢。我开始第二个部分之前，我想往后推一下，我就想说，包容这个词就意味着什么？因为很多人就用了这个词，包容或者连接。 我目前在阿迪萨德巴，所以我们就是在非洲的首都，而且我家里有玻璃栏的连接，但是如果没有电，因为经常在我们的国家没有电，那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因为没有网络。就换句话说，我有一个车，但是我没有。 没有这个柴油或者什么的，所以我们经常所忘掉的一件事情就是电，或者说电能，尤其是在非洲，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电力和网络连接的一个关系。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在非洲。 城市和农村的区别，那这个问题越来越大。
所以这是40%的人口，他们住在城市，他们对网络的连接是不错的。但是那些农村人呢，比如因为这些通讯公司在非洲建设一个什么移动宽带塔，那他们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从哪里获得这个电力？ 那如果没有电力，那这个塔是完全没用的。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们的这个覆盖率是80%，有可能是，但是那些被覆盖的人口，他们理论上有非常好的信号，但是实际上可能完全不能用，因为他们的家里没有电，也没他们除这个之外还没有设备，什么手机或者。 或者电脑的，所以这个问题是更严重的，因为我们在IGD，我们觉得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自己觉得这个大的电公司他们负责这个连接，但是这个不对，我觉得如果我们等他们，那我们也没办法发展。 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所有的因素，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网络使用的能力，为什么我们不要谈这个电能的行业或者城市化的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谈在这里投资？2或者3年前，我计算了，非洲的这个网络的。 的数量，跟这个数据输送的输送率，这是30%。所以是很多人在非洲有这个玻璃栏，但是我们完全不用这个，完全不适用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考虑到如。 如果考虑到这所有的因素去发展这个网络，可以保证更大的人口能够连接到网络。我还有一件事想说，其他的人所说的内容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非常感谢您说的非洲的案例，这个跟南美非常相似，也是在南边。 现在有 Christian O'Flaherty， 欢迎参加本会议。我们非常期待您的看法，有请。我非常感谢受到邀请参加本会议。我已经见过 你们其中的几位，在上世纪90年代、30年前。 在当时，我们建造了一些网络，使用了一些设备，学习了很多东西。像 Vint 像这样的人，教我们如何使用这些设备。当时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建造在我们的国家，包括南美 ，Sylvia 当时在哥伦比亚。 建造这些解决方案，当时基本上没有所需要的基础设施，需要从零开始建造。当时人完全不知道的东西开始建造，这样的东西需要富人、上司，还有这些投资者，让他们投资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东西。 过了几年，很遗憾的是，情况有很大的变化。互联网已经开始与商业界密切的关系，他们看到了这些机会，已经开始使用自己的网络。我们等待了什么时候可以连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大学，连接到互联网。 在今年时间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标准，有关等待获得网络的连接。我们意识到了，这是一个会很长时间跟我们在一起的一个现象。
但是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价值，也是跟娱乐有关。非常商业的一些事项是比较确定的，但是政府也提出了一些规范，整个系统准备好了，当时可以发展，依靠一些商业的模式发展网络，帮助网络运营商发展网络。当时这是一个非常成就的行动。我们当时可以世界的一半连接到互联网，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可以想起发展互联网的初步阶段。目前商业模式和网络运营商要不断改善加速这个网络的速度，但是并不是帮助这些还没有获得网络连接的人群，所以我们要往后退到这个初步的阶段。我们要给一些能力支持这些还没有获得网络连接的人群，帮助这些人群能达到这些连接。为了这些小企业小的小镇能获得连接，以比较合适的价位取得连接。为了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改变，需要进行一些改变。我们需要建造一个新的环境，需要推出一些改变。在这些还没有需要获得网络连接的地区，这意味着我们也许需要掌握一些新的技能。这并不限于农村地区，也包括城市。正如 Sylvia 和 Vit 说的，在一些附近的近处的地方也有需要，这些需要得到一个很好的网络连接。还有这些交通的问题、出设施的问题，还有电源的问题。这些连接，为了达到这些连接，需要创造一个新的事实，也需要应对新的挑战。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做法，有时候这是一个难题来实现。有时候很难说服一些法律制定者或者企业家们改变他们的习惯和对目前世界这个机制的习惯。我们要准备做充分的准备，因为在执行改变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做一些调整，修正以前做的决定。修正我们的决定，有时候需要真的需要做，因为之前也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以比较开放的思维方式来对待，也需要有大量的人群和合作伙伴加入。政府比如说准备一些计划，建造基础设施，做一些推出一些规范。需要很多方进行讨论。如果我们要达到真正的改变，我们需要采用所有的可能和机会。我们也需要勇敢的做。今天这已经不是特别难，因为我们享受。我们现在。正如刚才已经提到了，有许多东西现在很当然，在过去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确定。在过去的时候，网络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我们以前需要提出很多理论来说服对方，现在这些因素都是比较当然的，都是决定的。现在还是要克服障碍，采取新的基础设施的方式，
所有的这些系统都为商业界准备，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遇到一些障碍，比如说小型企业或者当地的小社群，有时候小网络需要建造，为了能与其他的社群或者地区连接。目前的解决方案大部分都是为大型企业准备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中介商参与，比如说在国家首都操作，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前觉得是非常大的，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偏僻的地区，离大都市距离比较远的。这是我的建议。那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承诺。非常感谢 Christian， 当然你的发言是从，你提出了一些困难，我们要克服，加入到我们的分析中。这是跟 Sylvia 说的那东西非常相似。我们要进行的行动，为了克服已经提出的问题。Sylvia， 请。非常感谢 Roberto。回到我刚才一些提出的一些论点。不好意思。我电脑上突然显示了一个东西。好，现在没问题。对不起。回到我以前提出的论点，现在我想换个方向，我想首先注意投资的水平，就是为了建造这些技术的设备，网络需要达到高速度、可靠性，而且它的成本应该比较低。这些相关的技术人员应该掌握需要的技能。肯定有时候这可能看起来是一种魔术，但是这一切都回应Christian 20年前我们见面的时候，当时 Vint 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当时学互联网是怎么引入到南美洲国家。现在我在亚洲20多年以后，当时很多挑战仍然在这里存在。不好意思，给我一点时间，我这有一个小问题。我需要重新打开。好的，我暂时。我想说，大家知道我们收到了大家提出的问题，在聊天室现在进行一个特别热烈的评论，大家有的人是用聊天室，也是用问答窗口，请大家通过问答窗口提出问题。Karim也在做记录和做笔记，为了我们的发言者能对这些问题回答。第二个事情，我想是介绍的事情是有关 Christian 说的话题。很重要的是要进行开放的讨论，在等单位之间，因为我们说这些资金的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这些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我们使用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怎么支持偏僻距离比较远的地区的网络连接，我们要认识到新的这个解决方案的参与者的需要，我们需要支持也需要支持大型的供应商他们的运作。这也是跟 Manji 所说的东西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个迷惑的地方，
比如说在这些封闭会议室厅进行的讨论和实际的问题和进行的对话，对话应该是开放的，有时候做起来比较难，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很坦白，就告诉我们我们知道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会失去竞争优势，所以有的运营商取得这些联系方式，为了讨论技术的问题和商业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为了能按照法律规范来执行，还有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要支持有效的协调在管理灾难这个方面，为了我们能准备应付加快灾难后的恢复。我可以提出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次出现了一个大型的旋风，小型网络供应商能感受到的一些问题，当时他们使用的是一个17座电信塔，他们当时已经准备启动使用。如果其他的像这样的设备出现了故障，也可以，这个完全改变我们的风景，需要我们很大的努力达到像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重造基础设施的成本，比如说每年夏天出现暴风，很大的幅度影响经济，当地的人口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这些投资的利润是很难达到的。还有 Mokhtar 说的一个话题，就是电力的供应，他好像提到了这个方案，这也是协调和法律规范的因素。我们很重要的是要研究这些关系，就是电力供应和网络供应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在说一些具体的联系。我们还要记住还没有发达的国家的情况，我们已经推出了一些新的规范支持发展网络，也是包括保证电力的供应，给这些当地的社群提供足够的支持，从而达到这个可持续的网络发展。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举两得，规范的框架是由一个独立的机构设计的，我们这些单位通过解决方案的大型化，在聊天室我会分享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创新，叫做太阳解决方案，由微软公司支持的方案。我们提供网络的设备和生产电力的设备，但是现在的框架就不允许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非常感谢。那现在为了结束这个第二个部分，我再想请Vent我觉得他会提到这个立法的一些状况。但是我想请 Vint 现在发言。所以我在这个对话中我看到了非常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的这个正式介绍的同时，在这个对话窗口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在这里你要等你的
你要等签证要说完才能够说，但是在那个对话窗就是一个大的晚会，每个人同时说。但是说实话，我想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很多标准，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些标准才能够。 变成网络一个管用的东西，就是不管是什么基础设施，还是电能，还是语言，还是这些地区管用性等等，这所有的信息是，这所有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保证，你用网络的方式必须要是安全的。我们现在才发现了，网络不是上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出如何避免黑客的打击或者那些不好软件的打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很多人就不能保证自己的电脑的安全，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如何改变这个软件的结构什么的，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就说明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安全。 所以我现在听到了那么多的启发，也听到了那么多意向。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我们还是依靠比较容易破坏的一个基础设施。我自己之前从事过。 这个软件开发，我很多次就打过头说，哎，我犯了那么明显的错误，但是总之而言，我觉得我们作为世界人口，我们非常依赖那些比较容易破坏的软件和基础设施。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软件它们怎么来，而且它们如何能够被改善，而且这所有的方面它们必须要是我们的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最基本的工具，但是这些工具必须要是。 是在安全方面比较复杂的，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现在这个大流行的危机就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必须要远离一个人，远离第二个人。当然有些人他们不能这样子工作，他们必须要面对，亲身面对第二个人。 但是有一些行业，他们还是能够采取这么一个发展趋势。我很高兴在这个 IGF 论坛当中，我们也需要也有非常多人，就是为这些题目担心，所以我这个让我非常有希望，像这里的论坛。 论坛的结果，网络会变成非常管用，而且非常安全的一个工具。非常感谢，这个总结的非常对。所以现在我想，作为下一轮的总结，现在我们接下来开始第三回轮。现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商业模式在电信行业中有关提供？ 网络服务，可以非常有效的帮助和扩大和低成本的网络连接设施。
有什么样的这些不同的机构组织在这里会取消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从 Sylvia 开始，非常感谢，我非常关注大家提出的看法。Vint 刚才说的有关修改程序里面的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因素就是为了鼓励创新和创造新的商业模式，这不仅是融资，还有一些更多的供应商的支持和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他们对网络连接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修正一些法律上立法方面的错误，因为这些规定就是会帮助新的供应商在市场上运营。那么这些商业模式，我可以确定 Christian 一会儿还会回到这个话题，这些模式支持推行许多在许多社群的网络。我知道有的人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瞩目成就，像这样的这些小社群的网络给我们很大的希望，在将来我们可以如何达到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在我们范围内的社群，他们现在还离这个网络的连接还是很远。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不仅要思考不同的合作，在供应商之间的合作，还有一些增加的供应商会弥补现在在市场上所存在的缺陷和洞口。这些缺陷是因为比较传统的保守的思维方式造成的。比如说大型企业在目前的状态上取得优势，但是他们并无法连接到所有的人，保证给每个人保证可负担的网络连接，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在立法方面是一个关键的作用，很重要的问题。即使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说的很多，说的很长时间。我想提出几个，强调几个，其中的几个。首先是有关 Mokhtar， 是电力供应要有更大的合作，在电信行业与电力供应行业之间的合作要取得更好的协调，有复杂的基础设备的交换以及更好基础设施规划的协调，为了降低总成本，特别是在基础设施这个领域上。所以所节约的资金可以用在降低客户所承担的成本，为了减少客户用户所承担的成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说到这些所增加的新的供应商要改变新的思维方式，比如说除了认证以外的一些方面，我们应该每个地区都需要，每个单位都需要请求这些监管机构得到认证，比如说提供无线网络或者其他的社群的服务，这个应该是更简单的。所有的立法制定者能要保证在某的范围内提供一个公共的自由，可以建造这些设施，为了每个人都能取得通过这些频道取得与网络的连接。这就是我们比较幸运，我们能使用各种各样的无线网络的连接，但是在其他的地区并没有很多像这样的，所以很多问题很多错误可以解决，这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多利相关者的兴趣。那么有关投资和利益相关者，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与 ITU 合作，ITU 做了很大的进步，在
改变有关数字化的思维方式。我们对这次合作非常骄傲，我们创造了一个人类连接的报告，就是到2030年保证联通网络的联通，全球的联通。那么其中我们探索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如何，重要的是合作，但是真正的合作，每个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为了能进行一些好的投资，好的合作伙伴，为了让我们能达到制定的目标，4亿美元的投资在未来十年中是需要的，让我们保持的这个连接的水平。所以每一位利益相关者都有自己要发挥的角色，不仅是作为投资者，也是作为一个保证在这个行业投资的时候的同时，也会提高技能以及提高规范的水平。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的相信这个变化，这个变化肯定是可以达到的。我想说，以前已经我在准备这个会议的时候跟我的同事谈的话题，4亿8千万美金可能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数额，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每年世界每年有大量的金额，比如说花在一些能量的饮料。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取得与网络的连接比饮料重要，那我认为我们应该共同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一起争斗，让这些资金花在保证给大家能获得网络的连接。所以我鼓励大家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我们生态系统中合作。我们要做我们的一切努力，让所有的人采用所具有的资源，为其他的人做贡献。再一次非常感谢，我非常高兴能参加本会议的讨论，我想能进一步交流我们的看法。那我们现在想听孟吉，孟吉你有什么可以说的？首先我想想说关于这个 Sonia 第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之前所说的数据都是各个政府提供的。所以我自己也同意这个网络覆盖率的这个状况，我同意，但是这个连接空间的问题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成本降低的问题，还有这个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这个。数字能力教育，因为大多数的人还是住在这个网络的所覆盖的一个地区，但是他们还是不用网络。当然，这个覆盖率有可能是不好，但是他们毕竟是有网络，但是完全不用网络，所以这个数字大概是30个亿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跟那些没有电的人口比较相近，尤其是在这个非洲。所以我觉得这个电网和网络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完全同意这个网络的覆盖是不够的，因为还是存在着一些地区他们没有被覆盖。我自己当然知道我是这个通讯公司的一个工程师，所以我自己也知道这个覆盖率也不是全球的覆盖，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连接还是这个关系还是存在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更好的进行立法的活动，我们必须要以更低的成本提供宽带，我们必须要改善质量，必须要提高这个输送率和覆盖率，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农村区，这个覆盖还是不覆盖也不是最基本的问题，因为我再次想说一下，我们必须要进行这个数字能力的教育，这是非常基本的。我们也要教他们如何保护我们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开一个网站，我们经常必须要回答很多问题，那这些事情并不简单，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不同的国家进行这方面的培训和教育，不管是我们的通讯公司还是政府，他们都必须要必须要考虑到这个服务的普遍性。就是说这不是说这个连接的问题，这个是说我们所提供的服务是否适合这个人口，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通讯公司手机制造商和政府必须要直接合作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设备的费用，我们也必须要降低这个费用。当然还有之前所提到的这个当地语言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四件事情考虑在我们的想法之内。所以成本还有这个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未来他们会变成越来越重要的这件事情。谢谢。现在我请莫丹，你是否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的经验，关于非洲，尤其是如果你有一些具体的例子，你是否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这些通讯公司他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提供更便宜的这方面的服务？我自己觉得很难找一个具体的例子，而且这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在非洲大多数的通讯公司他们是不是欧洲不是非洲的公司，所以他们管的唯一个事情就是利润，所以他们不管这个非洲的发展。我不是说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国外公司，所以这有可能这是一个公平的态度，但是这就是一个现实。对，关于Sonia 之前所说的，我自己也想说的，所以很感谢 Sonia 她省了我的时间，我不用再说这一点。之前我们在非洲有一些法律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就变成了非常大的而且在非洲第一个国家他接受了一个法律，而且在第一个国家他们就复制了，而且现在在所有的国家有这个不对的
这个标准的框架，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复制这些不好的做法，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做法是还是更好的，或者奥巴马的项目，这所有的项目必须要被考虑到在非洲。而且那些来到非洲的其他的机构，他们也自己应该考虑到这些，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做法，他们自己觉得，我们给你什么好的东西，而且给你一个使用许可，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当地的状况，因为非洲所接受的，通讯管理的模式，这个模式完全不适合非洲，因为这个非洲这个大洲是在很多方面水平非常低的一个大洲，所以我觉得适用这些其他的国家就是定的有效的模式不一定是对的。很可惜，非洲的这些通讯公司，他们非常不支持社区网络，但是因为那些公司是非洲之外的公司，他们非常非常不要这个做法，所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就是非洲的国家或者发展中的国家，必须要解决这些立法的问题，这样子我们能够允许那些非电信的通讯公司进入那些网络水平不够好的地区。当然这不只是玻璃栏的问题，也是这个道路的建设的问题，这所有的工序必须是连接在一起。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所有的东西连在一起，我们不用让这些大的公司承担责任。谢谢。现在我们最后一个发言 Christian 有请。非常感谢 Roberto。 在我们转到商业模式之前，我想赞成 Mortar 刚才说的内容。Mortar 和 Sonia 提到了一些需要比如说改变我们的路道以及法律规范。我们与社群地区社群合作，一会儿我会再详细的说，但是在这些地方并没有一些商业模式给这些适合这些供应商，但是我们还是能成功创造一些可持续性的网络。以前是空白的地方，完全没有人利用这些地区，完全没有能力使用，就是因为完全没有可能。现在以前已经说到了，现在有新的技术，一些改善的技术，比如说4G， 我们今天还有开源码的软件可以给这些网络服务，所以这并不是特别难。小型企业或者公社或者社群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络，尽管没有这不是一个大利润的运营方式，但是通常我们会发现并不会这么做，因为比如说有个单位买了这个频率，我们当然在努力改变这个事实，也是至今做了很多努力，我们还需要在前面做一些改变。那说到商业模式，
那当然，现在的商业模式是非常有效的，很多公司都取得了成功，但是有的例子案例需要完全不同的对待。有一件事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就是比如说当一个社群它自立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络与互联网连接，这不是一个竞争的话题，这是一个弥补的事情。他们要创造自己的网络连接，那运营商不应该把他们看成竞争对手。从他们的角度，这仅是在过去的时候，这个并没有这个连接。小型企业或者非政府组织可以创造自己的网络，创造自己的服务，给社群带利益的服务。我们有很多可能，允许我们启动这种低成本的互联网网络。当地的社群，我们要鼓励他们创造这种服务，满足他们需要的服务，并识别所遇到的今天不允许他们达到这个网络的障碍。为了这些解决方案达到可持续性，我们需要有国际社会的参与，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组织的团队，要至于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帮助他们有充分的准备。这并不是特别复杂的问题，有一些风险，有关安全，因为里面也涉及到软件。我们不能使用一些标准的长期使用的商业模式。有一个运营商提供设备建造基础设施，因为在这些地区并没有这种没有可能这么做，这种小社群负担不起像这样的服务。所以如果我们要还是依靠目前现有的程序，所以企业在这些地区的以前的商业模式不能采用，所以我们要对这些人进行培训，为了他们能自己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创建。但是我们还要保证这些网络需要有得到安全的水平，这些人需要意识到所有的风险。但是所以另一个方面是保证这些社群有知识的技能，他们经过充分的教育，他们可以自己设置这些网络，还有一些投资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要比较一下一个比较典型的模式与比如说当地社群的培训的成本，那这个比例是非常小的。那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障碍。我们要寻找合作伙伴，能按照这个系统来做，愿意帮助我们。我们非常支持刚才说的小社群的基础设施。通常这些小社群可以达到通过公共设施的连接，有时候企业就无法通过这些设施运作。这些都是这些小社群可以使用的资源，比如说土地啊，比如说可以建造一个电信塔，因为当地的社群就是拥有一块土地。这就是一个商业模式，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我们寻找合作伙伴和小社群，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做。Dziękuję bardzo, Christian. Fajnie, dziękuję, Christian.
zbliżamy się już do końca 我们, sesji. 的会议快结束，现在只剩下了5分钟，做一些最终的总结结论。 我知道很难将所有的话题集中在特别短的总结。 但是在最后的总结之前，我想请Karina念几个问题，也许有我们的发言者想回答这些问题。非常感谢 Roberto。当然，问题有很多问题，大部分的问题已经在聊天室也提到了。 比如说，Noctow想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些好例子，有关政府政策或者支持计划、支持小社群建造网络，能解决在某些国家的一些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我。 投资网络，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将用在扩大网络，用更多的样，联通性是最大的挑战。比如说，在 Sierra Leone， 还是这个连接是非常昂贵的，在农村地区无法连接上，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支持这些小社群？ Mokhtar 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要看看其他的发言者会不会回答其他的问题。非常感谢。我不是为 ITU 工作，我是为非洲联盟工作，为非洲联盟委员会，以及成员国在。 在政府部门的峰会是于2019年的时候做出了决定，要支持网络扩大的行动政策。比如说，我们还与 Active Society 等机构合作，已经有很好的经验。我们已经开始推广这种网络，在这些地区的小社群中推广。我们。 并不想挑战一些地区的政府机关，我们也会考虑到供应商的利益，我们只想弥补一些缺陷。我还想说，说到这个，并不是前主要是发展。 发展的，我们需要使用这些解决方案，为了小社区的利益。非常感谢 Mokhtar。在我们开始最后的总结，我还想提一个问题。 如果政府有什么样的三个事情，我们应该做来支持我们的人口得到与互联网的连接？谁想回答？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这要看在哪儿地区的条件有目前有。 什么样的参数需要考虑？但是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应该考虑，应该怎么支持基础设施的发展或者补贴，或者提出其他的解决方案？也可以提出一些政策，鼓励供应商，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激励投资在网络设施方面。非常感谢。现在 Sylvia， 非常感谢 Roberto。我认为我们重新往原来的话题推，就是投资。如果政府能意识到这是
人，他们要为人服务，是人们选择了这些政府，让这些政府担任就是立法者和监管者。所以政府不能忘记他们在说人的需要。如果要提高网络的潜力，如果要解决网络的覆盖率，比如说我们在聊天时已经提到了的一些方面，我们都意识到要得到准确的控制以及符合当地的需要。我们还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需要。他们就是我们的指南针。在聊天室我已经提到了，我们很难依靠比如说人权等等方面执行我们的计划。我们这些比如说数字发展或者成功的创新等责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提到的话题，我们需要遵守。但是我们总会忘记也中心还是人，有时候我们做的决定会对人造成危害。我们用了20多年连接到互联网。非常感谢 Sylvia。现在有请 Christian。现在我不想重复我之前所说的内容，我只想提出一个就是几个例子，如何识别这些障碍。经常你去什么政府你问一个问题，或者就是那个设定标准机构，你问我们如何能够做这个，或者使用什么设施什么的，你收到什么负面的答复，而且他们不给你一个理由。经常他们的理由就是因为有什么程序，或者有什么手续的障碍，但是他们不确定为什么你不能做这个。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识别那些灰色的区域，那我们才能够搭建一个对话的开放空间。如果我们想连接人，那我们必须要进行多方的对话。就是说，如果我们问这些许可，那这个我有可能我如果我们不收到这个许可，那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以透明的方式去识别这些问题，而且以透明的方式进行一个对话。所以这就是涉及到多利害关系人的电话对话。所以我觉得这些团体的工作，团体的合作，非常感谢 Christian。Monji， 你最后几句话。非常感谢，我跟Mukhtar完全同意，我们需要这个更好的色谱政策，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而且我们必须要就是接触这些灰色的地区，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个色谱的分享，网络的分享，而且也是涉及到这个电能的分享，因为在很多国家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个电能的问题。我之前也做过这个电能部长，所以我知道这个领域，我们在这个电能行业还需要非常多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也有一些，
比如说这些风电或者水电等等。 但是我们要继续减少这些解决方案的成本，而且同时我们必须要让这些解决方案能够惠及那些没有那么发达的地区的老百姓。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必须要，就是更好的方式汇集人口，就是让他们能好的利用网络。谢谢，谢谢 Monty。这最后我请 Sonia， 说你的总结话。谢谢 Roberto。我支持那个刚刚所说的内容，我没有太多补充的，但是今天我还在这个对话窗，我写了一件事儿，而且我到现在没有机会谈到，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性别的这个观点。 而且其他的这些社区的观点，我们每个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采取一些比较明确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他们必须要是能够可测量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如何测量这些目标达成，所以我鼓励大家。采取什么明确、非常明确的一些，涉及全人口的目标，而且是分性别的一些目标。如果我们有那些明显可以容易测量的目标，那我们才可以回击那些被排除的人口部分。 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更多意向，在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要看重意向，这个不管什么国家，我们都需要奔着意向，奔着强的意向去发展这个项目。谢谢。 非常感谢，我觉得如果我们还有一个小时，那我们还是会用好这个小时。但是现在已经时间到了，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发言人，今天的对话是非常有过，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使用你们的知识，你们的。这个聪明的态度，我希望我们未来会继续这个对话，而且看我们的未来是比较好的、比较乐观的。我们必须要继续这个所有的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对话，而且我们必须要。 想出更一些更为创新的方式来突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障碍，我想再次想感谢 Karim， 他是我的同事，他帮我主持，我也想感谢所有的支持这个讨论会的人。 我觉得在其他的房间，我们或者其他的会议，我们还可以继续这个对话。还非常感谢这些所有参与这个论坛的人，谢谢大家，再见。